掌声欢迎峰峰作为惊喜大使的身份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成都惊喜影展盛典的红毯现场，先邀请峰峰在我们的背景板前面先签名了。这次从公布峰峰是作为我们成都惊喜影展的我们的惊喜大使的时候，就让我们特别特别期待哈，因为的的确确峰峰呢这两年在电影的开拓上，不同类型片的这个拓展突破上是非常非常有惊喜的。先让峰峰来看一下我们正前方，来拍一下照片，比一个一哈，我们首届的成都惊喜影展比一个一，好，好，稍微看一下我们的右边，好，再看一下我们的左边，来，峰峰，舞台的中间请哈。这次因为真的是太惊喜了，作为惊喜大使的身份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惊喜盛典当中，先和我们说说如何决定说要接下这个任务，成为惊喜大使的身份参与其中的。他们跟经纪团队接洽的，但是我觉得因为首先一个影展来到成都，我又是一个成都人，当然希望有更多的这样跟电影有关的可以来到成都。因为成都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一个城市，也希望后面有更多的一些剧本一些导演可以来成都来取景，去把一些成都的风土人情很多的故事带到全国，带到世界上去，还做了成都宣传大使的工作呢。但是我们也知道，刚刚提到说峰峰这两年其实对于不同类型的题材的突破，还有不同角色的驾驭，其实这两年一直在突破哈，我们也有目共睹的。你这一次参与其中，有没有觉得有哪种类型还是自己非常想突破的？对我来说，很多都还要突破吧，因为每一年都会问到这样的问题：你今年又突破了什么？接下来还想突破什么？那我觉得下一次可以给我一个突破奖。既然今天是我们四川这个李易峰，我们接下来也不妨再提出一个要求，用四川话来邀请天下电影人来成都，好不好？四川话。成都是一个很有类型的一个城市，大家可以到成都来。配更多有类型的电影，谢谢。哇，好棒！谢谢峰峰，谢谢峰峰的对于我们进行影展的大力支持哈。好，也邀请峰峰进到我们的盛典。